我的妈妈给我找了个男保姆的活，雇主是个单身残障女士。活动活动不是促进血液循环吗？谁？小谭，咋了？刚刚充完费欠了，花钱呢？又欠了，不是上星期交的吗？刚交10万块钱，这没有半个月都啊。不是，那咱妈那啥病你不知道啊？你以为那头疼脑热呢？啊，行，我知道，那我知道，嗯。你帮我给小慧打电话呗。嗯。你出去吧，我俩唠会嗑。喂。唠啥玩意？出去啊。我俩聊会天儿，女孩子之间的秘密。哎呀，行吧。你干啥呢？或者那你俩唠吧，我出我。真有意思。啊，真有意思。你在哪呢？那有事喊我啊。嗯，我在家呢。哎。刚挂电话就来了，你坐这儿呗。你坐会儿。处上了。啥呀？处对象啊。没有。啥没有啊？还没见面呢。没见面啥意思啊？网上认识的。啊，是搁那个爱聊上认识一个小姑娘，完了唠的挺好，但是一直没到功夫见面呢。你可快拉倒吧，那连面都没见着，别给你骗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那也不能呢，你问佳怡，嗯，按了都视频了，而且这上面的姑娘全都是那个本人的头像，完还根据你的位置优先匹配6个1公里以内的那个单身美女，就不用担心你自己嘴笨，都是美女主动找你的，然后语音呢、视频呢都行，看你喜欢。反正都是本地的。哎呀妈呀，那咱俩是没对上频道，我还以为是你俩。我俩咋的了？我俩咋的了？那佳怡给我打电话说你俩要去旅游，让我去银行取钱嘛。哎呀妈呀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劲爆大瓜。你晚上在家吃饭了？啊，我俩去吃外卖啊。啥意思？娘我？我可没有。就你这样式的，别到时候让人骗子骗财骗色的。你可别在这胡说，你赶紧走吧，我不留你了。你看你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行，我走还不行吗？真的是，谁骗财骗色啊？你别跟胡说什么。我去送他一会儿。走了。走了。他真烦人，别跟他说了。哎。小张打电话让过来把钱拿走呗，或者你给他送一下去也行。那分儿还在那等着呢。啥钱？干啥呀？那芬儿也在医院住院呢，你给他送过去吧，要不？那我给他打电话，一会儿让他来取呗。那行。我要去你自己的家，我也不放心呢。嗯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可别整假惺惺的，是。什么时候脸皮这么薄了？那咱俩上楼底下得怎么的？完正好一会儿我领你去办点事儿去。我上市场啊！我走，我快走。今天外头老暖和了。嗯。啊，把衣服套上就行。你确定吗？老暖和了，你相信我吧。走。嗯嗯嗯。天气是挺好。老夜了，今天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了。这有好玩意儿，来刷刷刷刷，这小时候，俺们要是有个这玩意儿，就玩一天啊！在这儿希望你啊，扶不扶？你扶不扶？好，来，妈，妈在医院辛苦你了啊！这不辛苦，哪里辛苦啊？这是照顾人千金大小姐。多人梦寐以求的活儿，求求吧！你拉倒吧你，走，什么玩意儿？拧巴的说，老子问你干啥？你本来就是三斤没正经的，说什么玩意儿？我棍儿的拿着，我棍儿拿着，你滚着拿着。你知道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得不到这个棍儿了，溜走了。买什么啊？赚你不开饭，买什么赚你不开饭？我吃什么？他吃什么？一点一滴，天天都在一起，没有钱就跟我要，随便花。